来一个绝对能够撩到男生的方法，啊哦、来一个，局长，局长，局长，不是，来来，你要豁出去了，要撩局长，今天腿脚不好，你，哦，局长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局长，你要怎么样？不是这样啊，你撩这招屡试不爽，好不好？你不会踢到我的脸吧？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局长，你觉得一到十哪个数字代表爱情？七，不对，是五。为什么？你比一下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。啊！罗姐，我错了。哎，局长，局长来个五，局长说。哎，这样也可以哦。哎，三二一，走。你觉得哪个数字代表爱情？我觉得是七。不对，是五。哦，为什么？你比一下。这世界很酷。